迎喜宴，让我们直接热烈欢迎女方主婚人，请进场，掌声欢迎童爸爸童妈妈。我现场灯光有一点出小状况，不过没关系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欢迎男方主婚人请进场，掌声欢迎姑爸爸、姑妈妈。郭妈妈，接下来呢，大家最期待的一刻来临了，请大家都视线向正后方，让我们一起用比刚刚大十倍的掌声，欢迎今天的主角韩颖还有婉俊幸福登场，掌声欢迎。说的话由主持人代替他们说出来，我们婉君想对父母亲说，谢谢爸妈辛苦养育我，你们的叮叮叮当与叮咛我都记得，未来的日子我跟韩颖会努力携手与之我们的家庭，也会照顾你们，报答两位的养育之恩。新郎官韩颖想对家人说，感谢无限的付出与支持，你们的辛劳与期许我都谨记在心，未来也会多回家陪伴你们。我们用掌声再次祝福我们的新人韩颖和婉君新婚快乐，掌声祝福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新人呢，我们铺向幸福的香槟塔，进行香槟塔的仪式。婉君啊跟韩颖啊从认识交往到现在已经过了11年咯，一路上充满了欢乐甜蜜的生活点滴。婉君有句话最想跟新郎官说的话，谢谢你鼓励我不断进步挑战自我，因为有你我们人生才有不一样的体验。而韩颖想说，你最棒了，爱你。而现在用香槟塔的仪式让韩颖跟婉君步入幸福的婚姻。香槟塔象征爱情的坚固，新人要组成一个家，一个保护家人的堡垒，塔也有守望的含义哦，两人一生要互相扶持守望。而将香槟注入晶莹剔透的水晶杯中，福杯满溢，也带给周遭所有朋友满满的幸福感。现在请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祝福我们的新人幸福满满。谢谢新人，那我们直接步上幸福舞台哦。我想呢，两家人的结合是缘分，也是福气。今天新人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，背后一定有一双伟大的推手。我们现在邀请男方的爸爸妈妈请上舞台，还有女方的爸爸妈妈请上舞台，我们欢迎黄爸爸、黄妈妈还有郭爸爸、郭妈妈。大家的莅临，想用一个简单隆重的仪式感谢各位朋友。
现在主持人邀请各位嘉宾朋友将你的桌子上的酒杯斟满，斟的越满表示祝福越满哦。待会呢，请高举您的酒杯，让我看到满满的杯海。现在请您高举您的酒杯，让我看到杯海哦。待会我说三二一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大声说恭喜两个字就可以了。三二一，恭喜恭喜我们新人，幸福的酒代表着婚姻长长久久，同时也祝福在场各位嘉宾身体健康，幸福快乐每一天。希望现场每位嘉宾朋友可以感受新人他们真挚的欢迎及感动。现在我们两家人正式成为一个大家庭，我们现在先把手举起来，牵起来，那把这个感动化为鞠躬。那感谢各位的祝福，让我们主人家一起用一鞠躬感谢各位，鞠躬，谢谢双方主婚人哦，谢谢各位嘉宾朋友们的掌声。 OK， 那我们请主婚人请入座。然后啊，我们的新人待会步下舞台之后啊，我们坐回位置上，我们要全场大合照。 OK， 那我们可以下舞台了。